接下来由王这里看战队的春林对阵张艺兴核心武器藤仔。首先把舞台交给春林。Go。上一轮小杨哥没有得到分，内心里还是说春林冲，春林冲，我一定要给王这里看拿到第一分。到这个地步了，我就要做一个《这就是街舞》这个舞台上面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包括之前的作品里面没有出现过的风格。我这次主题的话，就是以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为出发，就是男性荷尔蒙。我们想表达的是不同以往的那种传统意义上面的绅士，而是它是具有风趣又很清新脱俗的那种绅士。为了在这个副歌高潮部分把这个情绪烘托出去，然后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儿就对着镜子各种的搔首弄姿。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哇，我们都放炮了，自己都放炮，就是因为被自己摔到了。因为我是先 call 的藤仔嘛，我们先出，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把这种男性的魅力给它释放出来，让观众感受到，就让他们看完第二个作品的时候还在意犹未尽，还在想我们的那个画面。今晚你们做梦也要梦见我们。哎 ，Friendly。哇哦！加尔队长，不多说了，男性荷尔蒙爆发。
帅惨啊，帅惨啊，炸了炸了炸了。从最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纯，我觉得没有一个纯跳这种风格跳二班的。李春林就会让我觉得很有惊喜，音乐啊 swag 啊，然后那些都特别好，就很帅。对，那春林那一 round 确实有点强，因为他打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打出来了，那这个比较性感的这种玩味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对于现场氛围来说的话，其实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谢谢春林和你的伙伴们，谢谢。接下来把舞台留给恒仔。我觉得他们在表演方面会好，我们展现的就是 popping， 就是 popping 的魅力，就是 old school 的魅力。我觉得这里质感要做出来，是这种这种感觉。可能在大家眼里 popping 就是会很有自己的风格，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这一次做到了，我们很统一，很直观，很炸。而且我对我们这次作品信心挺大的，可以拿出去比赛了。这一次腾仔终于能够跳一次 popping 起舞了，这节里面的 popping 独苗，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炸就完事了。当腾仔拿起那个第一个木偶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感觉 get 到了那个 puppet， 一个我们 puppet 的一个元素。然后他用那个木偶去控制着他的身后一群伴舞嘛，我觉得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哇，是很棒的。
谢谢腾仔。接下来又来到了我们101位评审。如果你们更喜欢春林的作品，就请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如果更喜欢腾仔的作品，就请扔出你们的黄色毛巾。哇哦！3、2、1，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我们先看看两位主考队长。我今天真的被春林炸到了，炸惨了。我今天真的终于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以前呢？以前也是，但是今天更哇，就是哇，男人在我面前哇，对啊的感觉。那在我心中，腾仔，我知道你们今天是真正的木偶。好像弱了一点哦。你们是我真正的宝贝。哎，你们是我的男人。必须加一句，必须加一句，再来一句。你们是Lady 是啊 ，Lady 是我的 baby。还讲上广东话了、啊。哇！怎么说湖南话？你们是我的。你们是我的男人。害羞吗？害羞不害羞，当然老害羞了，不好意思了都。这种感觉就是台上在 battle， 队长们也用语言在 battle， 啊，非常好。好的，那我们两位观战队长来了。哇，今天春林老师真的太帅了，帅爆了。而且从开播到现在是唯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非常的与众不同，让我眼前一亮。对对，真的很帅，帅爆了。哇哦，是不是男人了、啊、男人。那腾仔这边真的也是很棒，从音乐的编排，还有这个主题的设计整体的就是这个力量感，还有那个小星星那个气球，真的哇，这个也是对对对对，都设计得特别好，真的两个作品都非常的好。这两组啊，我觉得是一个魅力的大比拼，就是我一直觉得腾仔的魅力啊会在 battle 的战斗中，但是今天他好像把他自己擅长的东西再加起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感觉他不像在跳起舞，你感觉他那个状态是在 battle 的过程当中，所以他的魅力就今天在台上就好像特别容易能够感觉得到。而春林更是，我真的是，就直接说吧，我说，就是看着看着，你会觉得被那个男人吸引着，你忘记这个是舞蹈了，你就觉得这个好像在一个散发一种舞台魅力的一个表演，我忘记他跳什么了，刚跳什么，身上全是男人魅力，哦。这么妙的，对啊，怎么这么神奇？你会突然就觉得，你们不再看表演，而是看一个好像一个巨星在演唱会，就是一种感觉，然后散发出来的魅力是非常吸引人的，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帅，然后这么有魅力，然后这么潇洒。就所有男人的好都有感觉。帅帅潇洒，哇哦，来吧春林。首先感谢苏队长，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说有这么个梦想，我看我自己能不能坚持走到半决赛这个舞台。因为去年我有幸我参加了 Franklin 的帮跳，帮他完成了那个决赛，然后当时呢我还初出茅庐，就在那个大舞台上面就想象着，就说哇这么大的舞台，这么多的观众，我就在想我明年可不可能参加一下也跳个半决赛，就是我想法嘛，就是调皮一下。然后但是呢没想到今年我来了，因为这一场呢是自己一个人去操控整个舞台，然后呢对于我来说会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感，所以说当时我就问了 Franklin， 然后没想到他也特别愿意帮我完成这个作品，当我的助跳。在这里特别其实特别感谢我的那个 Franklin， 对对对对。好，现在两队的分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两人弃票，比分为63-36。让我们恭喜往这里看李春林，往这里看李春林。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程仔加油！有请王嘉尔为春林戴上你的战队专属毛巾。很开心，终于在这个我梦寐以求的这个赛制这个阶段，完成了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这个往这里看的战队所有的人都是很多匹千里马，他们这些千里马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千里马，而且也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一个武器。还没结束， Stay low， OK， 好，春林，现在请跟你的小伙伴们去往观战区。